代都有每个年代大家心目当中的所谓的大众情人啊，是的，在你们歌厅唱歌的那个年代，大家心目当中的美女的标准大概是什么？青霞姐姐这样的，林青霞，钟楚红姐姐这样的。哇哇，钟楚红啊，是我一辈子的择偶标准。那个时候啊，就是再红红不过钟楚红，再发不过周润发。哎呦，青霞姐姐前一段时间60岁的生日，在杂志上拍的封面，陈曼小姐给她拍的。我的天哪，不矫情，不做作，不装嫩，但是那种感觉，那种气势，那种美，嗡，直接就可以把你笼罩起来。那那个时候，会不会自己也会往那个乡去发展一下？哎，烫个头发呀，然后不会，我从来都知道自己的特点。走自己的路，对，让别人说去吧。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没有路可以走。对啊，那个时候他们说我长得很像梅艳芳，啊，就我。这梅艳芳年轻的时候，我读书的时候，当时眉毛修的还是挺细的啊。出门之前一根没钱呐、啊，一剪眉嘛。